我们从 Pofino 开回来的路上，就中间看到有 Sprout Lake， 它这是一个还蛮漂亮的 campground， 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下。这里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很美。哦，这个湖不会太大，也不会太小，看起来刚刚好，湖水也是很平静。水，哇，水是温的，温的温水。我第一次在 BC 省踩到温水耶 ，Sunny， 舒不舒服？温水对不对？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水。这个湖的另外一侧呢？它有一个原住民的壁画在这边，这个壁画是 First Nation 那时候的原住民刻的，他们用就是尖尖的木头沾上湿沙子去把它刻出这么圆滑的图案，那里面都是一些海里的生物这样子。大概1970的时候就发现这壁画。哇，超完诶。好，我们来一个非常观光客的行程，就是看屋顶上有羊。我们来找一下屋顶上羊在哪里。好，屋顶上的羊，因为太阳太大了，羊都躲在阴影下吃草。有几只羊？两只？三只。我们这边是一个还蛮不知道怎么看门的购物中心，在那个山羊屋顶旁边。来买个冰吃吧。像你，你吃什么口味 ？Tiger。好吃吗？会不会很 Tiger？ 然后我们到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甜圈 ，Villages Donuts。很可爱的小店，它每个 donut 价钱不贵，1.多到2点多而已，买六个还可以少 GST。我买了一整盒六个，接下来开箱。开箱耶， yeah， 好漂亮的颜色啊！这样买起来多少？10块钱出头，超爽。八八只。好，这间 donuts 真的还蛮好吃的。等下之后回不去 Tim Hortons 的山羊底下是个商店，那其实还蛮好逛的，有很多很好玩的玩具，很有趣。还有这个盾，超可爱的。一个超可爱的跳绳，很有趣的纪念品店，那连墨西哥摔跤头套都有，太酷了！山羊跑到上面吃草了，超好笑。这是我们要住的饭店 ，B I Resort。进去可以直接看飞机。这个 B I 和Resort， 它的大厅 lobby 就可以看到海滩，很漂亮。可以看到海滩。好，这是我们这几天住的最贵的一间。这边有 Nespresso 的吧台。好，饭店旁边的小路走走走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滩啦。好，这边没有浪可以玩，可是至少水温是很舒服的，这水也是很清澈，很棒。如果不冲浪的话，其实来 Parksville 我觉得沙滩就够玩了耶，细细的沙擦起来还蛮舒服的，而且相对这个水也是比较浅的，小朋友这边玩也非常安全。对，不冲浪，对，应该可以当首选，离 Vancouver 又近，不错。你喜欢这个沙滩吗？很棒啊！因为它那个水很浅，那个地方很长，你看可以走到那边都还是可以用走的。对，走到超级超级远的那个人那边还是都浅浅的。我们要带着小熊去看星星啦。好，一早 check out 之后，我们就到
Parksville 的 Adventure Park。那这边有一个超级巨大的 playground， 这 playground 比拿莱蒙那个好玩多了，这有的那个设施就更多了。这里海盗，这 water park 就是小小的。好，我们又走到海边啦。现在应该是 high tide， 那个沙滩都还没有出来，可能等退潮了之后就会有软软的沙滩了，现在都还是石头。远远可以看到两个人在海中间，他们也是站在那里面玩，是也是离岸边很远，都还是可以很浅。哇，从小都在训练的小朋友。我们要来朝圣吃一下 Nori 啊，这间日本料理店。赞。虾子要淹死了啦。好不好吃炸虾？耶、yeah, ！我这个整套22加币，超爽。山里的比他脸还大了，还不到哇！这个好像才20块吧，还是多少？超爽。我的是 Island Fever， 也是非常。看我的手，大概要我一个半的手。Island Fever 虽然被我弄得破破碎碎的，可是有满满的鱼卵，超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吃完。Nori 啦，那我们觉得 CP 值超高，我们吃一堆才70块，未税未还没有含服务费之前。那东西调味是 OK， 新鲜度 OK， 可是精致度就是属于一般日式家庭料理，就可接受。对，那还不错啦，推荐大家可以来吃。那如果真的人太多等太久，就自己再斟酌。好，我们开车回来 Nanaimo 了，那因为船是晚上6点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再抓点时间来看 Neck Point Park。这听说 view 很赞。啊，这是一个小巧可爱的小海湾，它是被快要360度包围的一个海湾，所以里面浪也比较平静。尾地中海的海滩，这里的海的颜色啊。还有林巷啊，小房子啊，怎么看起来都好像地中海，漂亮。Next point， 那这边就是有一圈沿着海岸线走的步道，我想很舒服，有树荫。小胖，这个是小精灵的木屋啦，你不要吵他啦，对，他可能在睡觉。Give a little, take a little. 然后回去的时候一样，再可以票口可以得到一张票，然后它这票上写的是 Lane 3， 所以我们就在第三道等。好，照例来逛一下他们的 Q Market。这边不像 Horseshoe Bay 一样有一个 Village 可以逛，这就小小的，像 Hippo 一样，还有一些商店。拜拜 Vancouver Island， 我们要回去啦，拜拜。他烧我的都天气不错，阳光，然后还有沙滩，所以开心，拜拜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现在晚上快8点，可以看到粉红色的温哥华。